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圣诞倒数日历第十七集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涛。我是徐哥，好久不见哦。这次的丹麦的圣诞传统就是这个 Kaehus， 就是姜饼屋啊，姜饼屋对，很常见，在圣诞节里面好像很常见那样。对对对，那我们来拼一下吧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打开姜饼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姜饼屋。按摩一下、啊，按摩一下我们的这个。好酷啊！Massage。觉得够了吗？他说了啊，你的手很冷。需要帮我暖一下吗？然后我们要用一个剪刀，导演剪刀，然后分掉。我们这边选吗 ？OK， 好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来吧，对不起，怎么说啊 ？Old school 啊 ，OK，Old school，Old school。Old school。那边还有块，那边还有。等一会儿，就是你放，你没有放很多，你要放多一点。姜饼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姜饼屋，象征中单友谊的姜饼屋就做好了。虽然这是一个买家秀跟卖家秀的区别，但是毕竟还是个屋吧。对，做好了，High five， yeah， woo， nice work。这次的活动就是 Santa Lucia， 就是 Santa Lucia 的那个活动，就是很多踢画艇、他们会在这个 Newhall 从路过很多不同的港港湾，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像这样图片样打扮成那种圣诞老人装束，然后装上一些彩灯，然后就经过那些港湾，站在那个港的旁边看他们、会很漂亮，而且是夜里时间。我觉得具体的细节就可以看下面的字幕，然后他会告诉你在这里是什么样。嗯，波光粼粼的，然后效果一定会很赞。I got a snack, I got a gift. We got a snack gift. Woo！好，我们先猜食品吧。对，我们上嘉宾。哇，欢迎！我们拆吧。Yes， China。什么吃的 ？China snack。什么呢？哇 ！Look lo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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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ok。但是这个要热的。导演，上要热的。哇，热的这就上了，热的就上了，导演组牛逼啊，很牛逼啊，啊，很牛逼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方式喝那个 Gluck， 所以一般我们就把一些叫什么葡萄干和杏仁放进去，就是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啊，要加什么？对，对，一点点，太着急了，第一次喝不知道哎。所以是把酒加热之后再加这些东西是吗？有时候他们你可以加然后煮，然后再煮，然后再这么说，对，再煮，但是这样也可以做。对，我们有时候也放一些肉桂，里面，所以我们有对像这个肉桂，肉桂，对，有的时候放一点肉桂干，肉桂干，对，直接放进去吗？对。他那一杯加多两块，有一杯加两条，是没有没有打开吗？对对对，这样，就一个，有吗？哦、要不然就好像只有没关系，这个其实不太重要，但是对，你加五杯就可以，只有五根，只有五根，不好意思，非常好，你是不是说好？大家都来拿，嗯。谢谢好，我们都
干杯一下，大鳗鱼叫什么 ？School， 你们好厉害啊！嗯，还好，没有我印象中那么可怕。嗯，甜甜的。嗯，还行。喝下去之后，身体就觉得暖暖的。应该是有红酒，还有什么？嗯、可能有 rum 或者什么？对 ，rum 有点 rum。朗姆酒吗？朗姆，朗姆。对。那我都喝完了，你们喝的好棒啊！还放了果干，我们当品茶在品，好吧？这个你们可以在那个圣诞集市，买试一试。嗯，也可以在家里做。对，如果想喝的话，应该在家里附近的超市就可以买到。嗯，对，也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个 recipe， 知道吧？食谱自己做。你们要不要吃一下里面的东西？所以里面的东西 是可以吃的，是吗？对，是可以吃的。一般喝完之后，我太心急了，把酒先喝完了，我有勺子了，谢谢。你可以一边喝一边吃你们的果干。对对对。嗯，葡萄干。嗯。很有意思的一个喝酒的方式，喝热的酒。对，因为在丹麦圣诞的时候，圣诞节的时候会很冷，嗯、所以这个我对吃一款身体，觉得怎么样？嗯，不错，非常好喝，好吃又好喝，好吃。嗯，对，我也很喜欢这个，而且这个就是丹麦的一个很重要的词，叫 hygge。你们觉得这个很 hygge 里、啊，你们听说过这个？快乐，对，可以说快乐，但是 Hygge 是一个很特色的词，啊、很不能积极，其他的语言不能解释这个。啊、我们就是丹麦人喜欢说这个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以后我丹麦名语的名字就叫Hygge，Hygge，Hygge，Hygge。嗯，大家都跟我说Glück，Glück，对，说得很好。啊啊，喝完了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来拆礼物吧。嗯。啊，是一个烛台。嗯，烛台。为了不留声。哇，金做的。耶、yeah, ，好酷。然后蜡烛应该就会像这个一样放在上面。又可以用那个小的那个，对，这样，但是也可以用或者用。我们以前告诉大家，我们很喜欢这个大的蜡烛。导演，打火机油吗？可以吗 ？Yes， 可以啊。哇，还是蛮温馨的，很有那种圣诞的感觉。对，是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这样的烛台的底座的话，就请。还是老方法，转发这条微博，然后就有机会抽奖获得。对，大家转起来 ，yes， 对，嗨嗨，嗨嗨。I got a food. Get food. I got a snack. 两个人在笑。I got a snack. I got a food. Fuck. 开始。好的。都豪 in SG， 只想要丹麦小哥。OK， 游戏节我也想要。我也想要什么，然后有一个 smiley， 什么 panda 或者什么，路的尽头只有幻灭，写了马上去丹麦上学，去哪里找小哥？啊，以上就去阿妈岛。以上评论来自于男性网友，都是男性的吗？那你别来。然后是 Annie Lee， 小哥眼睛蓝的真好看呢、啊。谢谢。然后有 Hefestiol， 点燃圣诞树。我一开始真以为要烧掉整棵树，但是没有发生。又有 Annie Lee，
第一集就一直觉得王涛在说圣诞果冻，果冻啊哈哈哈哈。好，我说了活动没说果冻。这里有一个叫七七酱，是酵素酱，我觉得不知道。王涛同学请不要骄傲自满。然后呢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什么对这个吗？我觉得没有骄傲。我听说很多人都喜欢我，很好。他是说什么骄傲自满？我没有骄傲自满。欢迎大家继续给我写评论，我非常关注你们的评论，觉得很写得很好，很好玩。但是我没有什么什么骄傲满什么。我听说很多人都喜欢我，很好。好，再下次见。你好，吃了的骄傲自满。 Am I all get 了吗？ A little get a little bit.